进个飞类好了。好，没问题。飞类我还是挺怕的。那要玩什么嘞？对，那你要玩什么？阿里吗？有没有什么打野啊？瑟韦斯还能玩吗？瑟韦斯还可以，还是要奇尔？奇尔看看要吗？可以啊，我可以玩奇尔。好，奇尔。奇尔要带什么？一样复活，复活或死亡诅咒，看你要前面一套伤害高，还是节奏比较稳这样。暴焰龙卷，暴焰龙卷听起来很像什么很好吃的东西，好像是什么卷，你知道吗？你是说起司的那种蛋卷有没有？然后对，那个把那个起司融在那个蛋卷上面，暴焰龙卷，哇，我的天，饿了，刀锋宝贝阵容蛮强的，刀锋宝贝。有强一个礼拜，可是又不见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有听说，本来想说玩一下刀锋宝贝的，然后就又没了，又不见了。我其实不太懂为什么强一个礼拜而已。来到传说对决，来到传说对决，传说对决，我好久没玩这只了，我也好久没玩这只了。没事，我们一起摸索。上次玩这只大概是一年前。我们说这有久，比我久。够久了吧？你的这个真的是够久。那、他死了、欸？他没死。为什么？他那看起来要死哎、结果没死，没事没事 ，OK 的。现在打野是不是经济很劣势啊？不会到很优，除非你要一直蹭钱。打野经济要高，就是多蹭兵线啊，就是去蹭人家。对，多蹭。要先出那个500块的刀吗？500块的刀要。好、就是那个魔攻打野刀还是要出。好。哎呀，感觉不能太烂了。因为辅助是跟着中路的，但这个玩法也可以。请求集合。哦，卷上去。哇，刀锋来了，有点可怕了。不会不会，再多刮几下很舒服。OK， 天哪，这是怎样？不怕，大乱斗，一阵风，来去无风。哎呦，哎呦，哇啊啊啊啊！啊啊没事没事没事，这波很送。没事没事，我们 hold 着。这只是需要我的帮忙啊！他有点凶哎、好凶哦，他们，哟，退得很快、起风了，还有大哦，他没开到大就死了哎！哇，一直射一直射，哇，没开到大，他死了吧？这还不死？哦呦哦呦，靠那个马枪！马枪直接把我死到爆出来啊！怎么选啊？好，可以，我缓刀，我缓刀，我还可以有一技能可以丢。退了，退了，退了。啊，退了，退了。这波还可以啊，这波还不错，我觉得。哎、骗到一个，他没死。草爷，他怎么叫我草爷？哇，奇尔的续战力也是很渣，很渣很渣。可是如果是那个奇罗那个病娇角就不会这样。哇，那我去带中一波线。硬要点了、你们打赢了，那我不跟了，我要那个了。OK， 去靠他的塔。不被刷应该是还 OK 啊。没晕到，晕到应该就不一样了。含羞草，你敢跟我说含羞草啊？很中意耶！可以啊，来哭一波！哎呦，晕到他吗？耶！还是我最爱了！嘟死！可以，再一个！我没刮死，没事，漂亮，这波 ，nice 啊！吃龙，吃龙！悲戏呀，悲戏呀，奇尔！不然，先出小生命杖，应该会好一点。他是杀得了他吗？
那怎么他怎么不还手的啊？奇怪了，他可以给我一个晕啊，我就死了。不是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他干嘛这么残暴啊？这个刀锋，这个刀锋太丑陋了吧？靠，别吸呀，别吸呀！为什么每次都玩成这样子？为什么？我到底打了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每次都升肝呢？死了、欸！怎么还敢那么皮啊？我们先逃个血淋秘路。有血淋就没问题了。没有，我还没出。已经杀起来了、欸，来去无风。靠，他们那只鱼，先把它给带了。我靠，这波进场就被晕眩了。哎呀，我死了，没事，我复活了。伤害不够，我得补圣剑。啊，你以为我没大了吗？我打完两轮了。人物一直拉，这波很赚，这波很赚。拖住，我掏塔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不要打，先不要打。OK。可以哦，他们打也在上。哎呦，往下靠了，我也往下靠，应该的。哎，我吃掉了，但我要回一波血。哦，有点危险，他那凯撒怎么变得这么硬啊？我以前凯撒没那么硬的。对，那凯撒变痛变硬了，是不是锻炼有成啊？超强哎、欸，真的。要干起来了吗？要干起来吗？感觉外面，来头顶一下他，再打一波。我这个可以头顶一下他。天空巨龙已被召唤，从不留下痕迹。打一下。哇，秒掉了！哇，我要死了！没事，我会复活。好，OK，靠你们了，兄弟们！奇尔又来了，哦、这个治愈可以。打完第一波，再来第二波。你可以让人家打了又打，打了又打，打了又打，打了又打。我又来了，舒服。完美配合，打两波。哇，马嘉也蛮克我的，他一沉下去，我的印记都没了。去去，哇，他死了！哎、欸，他在等哎，你发现？他很衰，那个基地爆掉了零点一秒前，他就躺下去，多一个死亡数，最悲惨的那种宿命，悲惨。哇，太神了吧，太牙！哦，我这样又打三五，我觉得我都没什么输出。这是太牙是三软软的，就是一点一点那种感觉。我也有打三三啊，可是我是九在收。我又来了，哇，我要死了！悲戏呀，悲戏呀，靠你们了，兄弟们！不是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每次都玩成这样子？我到底打了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每次都升肝呢？哇啊啊啊啊！啊啊啊啊